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，由于对金钱的过分崇拜与贪婪，使有些人的人性变得扭曲。您坐好。这哪古总啊？吴小燕呐，吴老板唯一的女儿。嗨，你刚来不知道，谁要是能把她娶回家去，谁就等于彩票中头奖了。是吗？嗨，你看，老刘，来，你尝尝这茶怎么样？啊。这是他们刚给我拿来的，正宗的台湾高山茶。嗯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小娟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来，小娟，你也尝尝我这正宗的台湾高山茶。小郑啊，欢迎你正式加入荣益大集团。董事会研究决定，提升你为。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，由于对金钱的过分崇拜与贪婪，使有些人的人性变得扭曲。您坐好。这哪古总啊？吴小燕呐，吴老板唯一的女儿。嗨，你刚来不知道。